一个加里奥，这把的话没有加里奥，拿蒙森的话就加快前期节奏。这场比赛看起来，如果拖到中后期 RNG 的开团是更快，而且这波被打闪现，他到六级那一波的 R 闪可能起的作用也不会特别大。下路摸到了 UZI， 但是这里为什么他有办法？上路打起来，这个位置一个大招灌下去，直接射了雷克赛的人头。这的话姿态过去一个撞了两个，但是这里看一下叔叔能不能打到牙膏，牙膏还是最后一丝血姿态收下人头。过来看这个位置，要不牙膏，牙膏没有闪现的，撞起来也会输回来。一套这边小武士拿起这边的绿，还想追，被盲僧一脚直接踢回来，岩兔也没有突到，这边 Q 技能在追，又闪现顶没有顶到，这边直接封墙，这几个人好只有一个闪现墙，绿毛直接卖自己顶上来了，盲僧摸队友走，剩下孤单的绿毛在草里面游荡，没了不住，双人路还在，双人路还在。哎，这边有替他纵，纵可能有点危险，纵没有闪现，原地开了一个大招被抬起来，这边是有一个撒尘阵，又再出现了这个人头，瞬间被秒，正面绿毛指上来了，小兵直接被，哎，这里又是一个四包一，包的又是上单，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姿态撞，但是杨没有撞出来，这个人头将硬扑拿下，我借着防御塔的输出打，哎，中路又抬这个位置，纵还是没有一个闪的，这还差最后一点血量，看能不能走，还是最后一下。Q 哇，精准这个人头撞到的是一个新的拉，但是这里不敢跟，直接定这个位置定的不是特别好，绿毛自己可能要被卖，没有闪现到通道，看一下纵不进场，但这里的话直接叫了一个闪现规避一下，直接抬两个又撞两个，这个撞的非常好，但是 Imp 的输出位置太完美了，没有人管，上来打了一套，又在直接被打掉了。看一下姿态的一个位置的话，先是探照果实照了一下，然后绿毛在侧翼抓住了对方想要过来的机会。看一下卡卡，这里是有机会可以下去的。绿毛这里率先阵亡，龙这龙这边是被盲僧给扯下来了。金龙该应该想着撤退了，看金龙这里能走几个。下面这里的话直接撞，但这里没有撞墙，后面姿态有点危险啊，直接在龙坑里面死了。而且这个葫芦牙膏选到辛德拉，这个天女散花给了 RNG 比较大的压力，基本上人水一些，哎、但是有点要开了，尴尬没有开到，但后续的话是被撞过去开到了。这岩突有点好啊，岩突这是直接杀掉牙膏，红岩突进场，纵击打得非常好，收掉了岩雀。然后这里小狗一个倒钩拉得还不错，但是盲僧这里摸过来用 Q 技能一下平 A 收下小狗人头，后续还继续留姿态，但伤害有点不够。一座打野还有五秒、四秒，已经出来了，继续吗？这撞穿两个绿毛，绿毛这是一王，但是一再一次平 A。找了一个大招，看到这里血量有点低，一直平 A， 哇，来不及了。